化妆盒之美。化妆盒体积虽小，却能收纳粉饼、唇膏和化妆镜，小巧玲珑的造型尽显精微细致的工艺。盒面上的梅花图案带有强烈的东洋艺术风格。不久，这股风尚就催生一系列新的配饰，包括化妆盒和烟盒。在舞会和宴会上，时髦的女性手握化妆盒，纤巧瑰丽的小匣子在餐桌上傲立。这种配饰在1920年至30年代尤其流行。擅长制作手工盒子的工坊 Strauss Allard Meyer 甚至要聘请工匠从事生产，方能满足需求。那是一个女性抬头的年代，她们谱写了一段段传奇，至今依然鼓舞人心。